来看到这100张椅子，个个大有来头，价值上千万。战警战车喷火超炫，超时空的外星人世界，没想到现实生活中也见得到。这是这张鸡蛋椅，远从德国运来台湾展览。不要小看这简单的造型，价格可是十分惊人。价格在台币的20几万啊，但是由早期50年到现在，其他的增值倍数也是非常高的。不过走红50个年头的电影明星椅，就是这张黑色皮椅 ，L 型设计，看似简约，却是出现在电影《怪医豪斯》《钢铁人》《光速战进》《六人行》，简直比电影红星还要资深。真害羞，情人节不是才刚过，怎么有人把飞吻留在沙发上？原来是家具设计师大搞浪漫，觉得很浪漫吗？有啊有啊，就很如果可以，很想做一下。好像魔术一样，火红嘴唇变大了，还有这一张椅背就像翻开的大衣领，坐上去像躺在情人的肩膀上。哇，好舒服哦，我可以搬回家吗？还有像彩虹一样七彩的宫廷椅，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喊价40万以上，这些都是德国一位收藏家的宝贝。100张各式椅子，总共价值上千万，只能说搭上设计有型。没想到椅子坐久了也能变黄金。记者许全、詹明化台北报道。